哎，我们今天来抽这个，这个谁？空禅哦，天地姐的雷朝庆，雷朝庆姐姐啊，她叫空禅啊，希望我呢可以一次哦把她带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然后冰璃还没抽啦，风中剑姬还有七天还没抽，但我们先抽这个剑锋下的禅道 ，Go Go。哎，没有亮亮，感到不妙喽！十抽 GG Death Guard， 集结十次，第二十次没有。威廉哦，可怜呢。Go， 第三十抽，我绝对没有在想色色的事情。有了，有了，三十抽就要中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哎，プルエウイチ。黄甫生，黄甫生，走开！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！水个屁哦，很歪哎！好，四十抽，没有啊。与我无缘 ，Go， 有了有了，哦，这次一定是五十抽中，哈哈，空禅，然后剩下我收冰璃，开心啦、啊，开心开心。虽然这款游戏不知道会玩多久，但有抽到就是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欸、求你 ，Go Go， 抽冰璃啦，抽什么没错，抽冰璃啦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等等等，哎、欸，还两个 SR， 可以的啦。好，我们把剩下的来抽冰璃，那个夏绿地啦。六十抽，啊，六十抽没有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应该不会中了啊！这个再中，我就真的觉得太扯了。两个 SR， 好像大家都这么说哎、欸，没有。好，快速快团。可是多蛮多新角色的、啊，这一次我也没看过。没有，好像多太多了、哦，好多没看过，只剩下二十头，对啊，都没中，气死我了，最后一次了。没有。好，我们剩下八抽，单抽好了，单抽出奇迹。OK， 没有。嗨，你好，紧张哦。
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呵呵呵，我已经看到蓝光了。蓝光。又是蓝。呵呵呵。啊，好累哦。又是蓝光吗？蓝光，可怜啊。好啦，就这样子。好啦，反正大概是几抽啊？应该要110吧，110左右吧。好啦，中两只 SSR 卡，啊，至少中这个空产的。好，就这样子。